日本女大生赴印度火教圣地，惨遭轮暴勒令十二天。不是说色即是空吗？印度火教圣地普利加野却发生荒诞的强暴案件。一名日本女研究生到印度研究农村生活，被邪恶的导游集团诱骗到印度的火教圣地普利加野，惨遭导游等五人轮奸勒令，囚禁十二天。她在上个月底逃出，偶遇日本籍的旅客才获救。警方调查，这邪恶的导游集团势力范围至少遍及三个邦，有其他落单的日本女游客也遇到相同的遭遇。除了外籍游客会遭到强暴外，印度的治安也是层出不穷，就有印度妇女遭到警察强暴，还有小男孩遭到期间杀害后丢到大海弃尸。东西文综合报道。